一根香烟，仔细看，仔细看，再次抽一次。香烟入鼻子，看起来非常神奇，其实非常简单，这里教一下。其实这香烟是特制的哈，大家可以找一条白色的管子，然后就是再找一个比这管子大，这个可以移动了，再用真的香烟那一层黄色的纸贴上去也可以。这里系一条橡皮筋跟系在腰间，这适合于桌面表演。如果你穿着外套的话，可以系在这里，可以入袖，这些效果会更加好。好，我们这些拿着，好塞进去。视觉效果已经塞进去一半，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可以滑动了。好，到这里的时候放松，就好像进去那样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练习一下，自己可以做一下，如果有袖口的话，穿长袖的话也效果会更加好。然后协会的朋友下面点个关注啊，为什么要点关注呢？因为关注了之后每天都有魔术教学，点个赞记得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一个普通的手机，一个矿泉水瓶透明的。接下来，手机、创业、矿泉水瓶，接下来去看，一、二、三，直接创业进去。好，这个是属于舞台魔术，还有视频效果都是比较好的。其实很简单了，在舞台上的话，你可以先把这瓶子搞个口，对吧？然后在舞台上跟观众借一部手机。然后你一般的话可以事先自己动手做一下，也可以把这个痕迹，也可以用刀片缠在手上来划开，到时候再来划开也可以。这个的话就是一二三穿越进去的话，一二三直接速度要快，一二三直接穿进去，捂住啊，摇一下。然后在舞台上的话，一般的话可以要达到比较好的效果，用剪刀往这口这里剪剪剪剪，然后把这个掏出来，手机拿出来，就为了毁尸灭迹，就不会化解你这个瓶子的开孔已经讲好的。然后在舞台上的话也是效果是比较好的。好，看明白了朋友点个关注啊，下面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